变速箱初始化设定，冷气关掉，排气刹车关掉 ，P 档手刹车是放掉的。我们现在开红后，好，显示在 P 档的位置。踩油门，踩刹车，开始录像，录空档一秒钟。再录到低档一秒钟，调至手排，拉手刹，放手刹，再拉手刹，我会跳到一档的模式。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手排的模式直接调到六，再往下调，它会变到六去，就会让你体验 SYS 进入初始化的设定。这时候我们再把排档拉回去 P 档，红火关掉，再开红火，再做一次刚刚的步骤，油门、刹车，调入空档、低档，手排模式调住，拉手刹。放手刹，再拉手刹，这时候一样跳到一，这时候调回去空档 ，P 档，油门踏板放掉，发车，发车之后直接跳到二档的模式，开始进入初始化的设定。这时候是在 P 档的模式 ，P 档的模式，熄后，好，重新再开，就变成 P 档了，代表初始化已完成。